接下来这一个团体呢，成龙先生训练出来的团，所以所谓二十万人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武功根底吗？都要有动作根底的。啊、嗯，然后考的时候考些什么？什么都考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个人才艺啊更多一些，然后走到了最后可能比的是从30米的高层往下跳楼啊，跳地下。从30米的高层跳下来。有绑威亚吗？有绑那个？有保护，有冲下班的老师给我们挂威亚绳，但是很难，因为你要走在空中，空中是悬挂着一个可以摇晃的一个钢板，所以你要掌握平衡，这不是最难的。你走到上面之后，你还要完成一段表演，完成表演之后跳下去。完成一段表演是打吗？还是一段表演，一段文戏的表演，台词。要演感情戏那一类。后来进展到后来是10米跳台跳水，然后火烧人，爆破。火烧人，成龙想杀你是不是？你说30米下来就要火烧人吗？与猎犬搏斗。schedule 太满了吧？对，与猎犬搏斗。对。你说紧接着还是？说火烧完之后还要在车后面甩尾吗？每一期的，反正是动作电影里面出现过的场景，我们都挑战过。因为你们好像也说要把成龙的电影的其中一个桥段拿出来重演。对。所以这个团现在是活人吗？我觉得应该是。现在我们的几个，所以你们当时考上的时候，难道心里面不忧愁说可能会被操练到快要死掉吗？没有啊，觉得很好玩嘛，觉得有挑战性。哎，不过有一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很羡慕，就是他们的月薪已经很高了，他们起薪已经很高了。多少？他们起薪相当，每个人就是一开始就是每个月10万台币。哇！这个月薪经过那个火烧什么？现在应该更高了吧？生活费了，这只是生活，这只是生活费，不是酬劳，对不对？大家起来只有十六。多辛苦啊！还要跳下来，然后被火烧，被车这样的，还被狗咬，还被狗咬。那成龙大哥身边是不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女生？更多的是我们在，因为我们像狗皮膏药一样，每天都贴在他的身上。他可以带着你们到处去玩吗？对啊，而且每次去的地方都是坐私人飞机去。哇！然后住的都是总统套房。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一出行会很多人，然后要坐租一辆飞机呢，反而其实更便宜，然后住总统套房自己搭飞机去，对，然后总统套房也是为了节省更多的房间，可以打地铺在地上。对，你是这团团长的。我也是我们这团团长。我想说，你们公司还能不能安排三个位置？我们并在一起。回头我跟师傅讲一下，帮我跟成龙大哥问个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台湾，经常订不到。是。来台湾这么长时间，已经有好多人就是通过您这种方式说，哎，你们公司还有没有位子？有。这样跟你们之前的学生生活完全不同。哎，完全不同。就一考上这个团，立刻就开始当享受大明星的待遇。也是没有了。其实我们每天的训练很苦，也安排得很满。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就要跑步。那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成龙大哥会教训你们吗？会跟我们讲了，会跟我们讲。那你们可以喝酒吗？可以喝酒吗？看不见就可以，看不见就可以了。所以在台湾有喝的吗？台湾啤酒吗？很想要，很想喝，很想喝，很想要喝。没有啊，那赵哥可以带他们去喝啊。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一定要跟师傅讲一下。因为你很多酒店不都 VIP 吗？没有，哪有？没有。请问你们等一下要表演的是什么？我们表演啊，其实我们来到以后才知道，然后有一段即兴的要表演一下。OK。所以我们就即兴编了一段动作啊。好，所以是刚编的，刚编的。第一次表演。对，所以说可能一会儿要有。万一有什么失误，所以请大家还有各位老师的见谅。好，我们欢迎新纪晓芙。Oh!
热血畅销，沸腾康熙现场。